冷冻左边还右边？右边那一个，不是左边的。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名外国小伙，居然用拍打方式将肉打熟，所以我就很好奇啊。假如真能将能量转换为热能，在不考虑所有外在因素的情况下，普通人拳头打出去的能量为20焦耳，球棒为100焦耳，那不就等于球棒打一下等于拳头的5倍吗？原本我要用拳头将肉打熟需要15000下，那我用球棒打不就只需要3000下就能打熟了吗？不可能，就算你有办法达到那样的能量，你也没办法把热量给留下来。当你的球棒一离开之后，能量就会闪失，所以你需要足够的动能才办法达到这样的能量，把肉给弄走，这样你懂了吗？你有没有放下？我跟你讲，科学才是真理啊！哦嗨哟，这个一个猫咪，哇哦！哇，好听呢！荒谬，荒谬！所以我今天就要做出一支比这支球棒还要大100倍的锤子，打出一千万枚炸弹。方小姐啊，拍谁啊？拍谁？我在拍片啊，拍谁啊？你拍这我啊，拍这拍这拍这，好好好，快点都开始了，拍小莫，拍小莫啊，拍小姐。小杰真的让人很困扰哎。既然我们要打出超巨大的能量，我们就要有一把超巨大的武器呀、啊。你又想做什么呀、啊？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！天地劫是一款奇幻武侠冒险手游，打斗画面精美，让操作与策略凌驾于氪金就是大佬的手游观念。啊，里面有一只角色陆昭一，是一名手拿超巨大石锤的怪力美少女，完全符合我们这次企划需求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做他的武器吧。无情，太无情了！你的蜘蛛比陆昭一的石锤还要硬啊！叶佩雅深处的恰到好处啊，不仅用词优美，上平下仄，我这35年来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感人肺腑的文案啊！哎，你不是40岁了吗？还不是你文案让我年轻了5岁，那我不就21岁了吗？搞了一整晚的大棒棒，看到这细节没有？帅不帅？帅是帅啦，但你做这要干嘛？我拿这把大棒棒把肉给打熟啊！但我现在遇到一个困难，就是我每一次的打击间隔时间不能太久，不然肉上面的热能就会流失掉啊。那很好啊。所以我们必须疯狂打击。我们？没有，是我们。Yeah!
打在同一个点哦，这样子这个肉才有可能被我们打熟。好 ，OK。哇，你们真的以为会熟？会吧？会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你。我跟你讲，你有梦想。我有梦。那我们准备开始哦。好。等一下就我品质松鼠，我品质松鼠，这样子轮下去，我们要有默契哦。好的。站这里一点哦。我准备好了。来了 ，Three, Two, One, Go。站这边，站这边。大家也知道打不熟了，还这种憋打。哥哥，你的梦想呢？哇，你眼神很坚定呢。那就继续啊。梦想。我跟你讲，我在去年的四月的时候就没有梦了。怎么样，右手还撑得住吗？我的手是上，看吗？哇哇哇哇哇！看我的手！哇，你要小心啊，知道没有？都是你砍的。Yeah， 放下！梦，放下！我也想学跑哥哥，快乐死！蛮轻松的，可是会一直磨到哎、欸。你等下不要给我喷水呢。这样你会很黑哦。怎么样，松鼠，你还有梦吗？抱歉，我也没了。拜拜。哇，突然就下起雨来了，还靠北下雨哎、欸。啊，现在怎么办？人都走了，肉又没打熟，现在又下雨，还没有想备案哦。哎、欸，杰恩，啊，你看你背后。曾经有人说过，身为一道彩虹。哎、欸，后面一直有人在看我唱，我拍谁？总之呢，我原本不想使出那一招的，但是现在不用的话，吊车差不多要回家了。那我们就开始测试吧，来哦。游戏中陆昭义的大招波风斩，快拿着这个岩石大锤用力的挥舞，在地面上打出一条火蛇，燃烧这个目标物，再来瞬间烤熟这个牛腿。大家准备看我的表演了吗？哎呦，看来大家要准备好了。先后退一点，这招很危险的。OK， 准备接招吧，看我这招波风斩。啊？健保，这事情都已经过快一年了，你他妈的，你他妈的怎么还学不会啊？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主角横移，与肩同框，如此伸直并拢，两臂向后，上举正直，微向前倾，双脚垂直向下，膝盖展开九十度。重点是眼神，你眼神要有灵魂才对得起这个姿势。还有电视，你有没有明白？是的，棒棒老师，我明白，谢谢你。宝哥好废哦，看来只能看我们的了。第一届大锤火蛇大赛参赛者松鼠平子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OK。你们同时到达哎、欸，我是第一名啊，一样啊！哦，你抓到我妹妹，这个小妹妹啊！我被他骂小妹妹。哇 ，Justin， 你是厨师吗？你是厨师吗？烧起来了！哇，蓝色的火焰，好美哦！这好酷哦！这是蓝牛腿，好漂亮，太美了！哇，结果我们用了这么多高粱，居然连它的表皮都没有烤熟啊！现在都那么晚了，怎么办？我们可以搞你头啊！八角桂皮香叶搞你头！
哇！烟熏。好，那我们等了2个小时，终于要来出炉我们的牛腿了，看到底会不会好吃？3、2、1 ，Go！ 啊！I see trees of green, red roses too。技术排除一下。1、2、3、2、1 ，Go！ 对吧？对吧？我们准备，3、2、1 ，Go！哇，这个肉的颜色，感觉不柴呢，好像可以，咬不断，很难吃，不然我再往里面切切看，这里就已经那么深了，你往里面不是更深？想看看，好哦。哇，里面还是那个哎，里面。我再给他一个机会。最前面啦。对，我在想最前面。有，就这里了，试试看。干，这很好吃。怎么样？好不好吃？其实蛮好吃的。你看松鼠那一块，它是嫩的。哎呦，哇，你盖盖很厉害。这是一种草莓。你有觉得吗？这样子有哎，臭臭，血味，臭臭的，怎么办？你们这不知道吗？还是是因为高粱？跟你讲，你，哎，糟了，超可怕，超糟了，我觉得是超糟的，有多糟？看得我都很好奇了。我懂你们了，很牛，。那我们再次非常感谢天气节与我们一闯天下江湖。刚刚我们在放大招的时候，大家有听到我们那个 BGM 吗？这是天地酒与火影忍者配乐大师一同制作的超燃配乐，让你在玩游戏的时候还能有极致的视听享受。好了，怎么样？这次搞里头的体验，哎，你们不要搞这个，我们搞别的，搞小的好不好？没有办法。好了，不然你拿去给观众吃一吃，喂他们吃。哦，是。去喂观众他们，然后我们叫下部影片节目，拜你吧。各路英雄全员集结，超绝大招爽快打击，超进化 HD 真实光影渲染，大魄力沉浸式战斗体验，天地劫火热上市。